第二轮三团排位战正式开始。两个冠军候选团将进行比分，票数较高的一队全员晋级，票数较低的一队将成为危险团，面临可能会被复活者换位的危险。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水平了，大家都要有危机感。真的这一次是逆风作战了，留到最后剩下来的姐姐们都非常的优秀，就那个压力很大，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未知。跳突破就好，但是你现在就要想怎么样要更有惊喜啊！就这，现在如果我们要是没有一点别的招的话，这次死定了。我先看一下李斯丹妮一个人先。哇，我都开始脸红了！哇，要走仨人，这不是完蛋了吗？反正这三个人，大家想一想嘛，要么那边那三个人，要么这边那三个人。第五场公演已经结束了，各位姐姐依次自己前往查询室去查看自己的成绩。我天，我要自己面对一个大屏幕吗？